大家好，我是新红，现在是早晨快8点钟了，准备下楼上班去。在家冰箱里翻到了一块排骨，拿到店里跟我小妹吃。这几天天气还是有点冷，把羽绒马甲穿上。好多朋友说来我们这儿旅游需要穿什么，冷不冷啊？就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近期都是晚上0度到3度左右，白天的话就是8、9度、11、12度。如果要来玩的话，多穿点没毛病。还是骑我的小电瓶车，吧，到地方了。到店第一件事，先把排骨泡上。好嘞。第二件事，打单子发快递。暂时打印出来这些单子，还有一些货没到，先把它们配出来。那你寻思呢？我就晚来了半个小时而已嘛。你看那水池里是啥？排骨。净排，今天中午咱俩改善伙食。净排呀？啊。我去。还有点货没来，暂时先打了这些快递，我先把这个排骨处理出来，一会儿说不上这个蹭饭的就到了。今天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，用它炖辣白菜。好久没吃了，感觉。啊。上次吃还是在老店呢，是吧？嗯。我们家把边儿都给吃着，完了留点这净排让我拿来了。这是改善伙食。嗯。这头我就把排骨炒了，来点料酒，用嘴下锅炒一下。真不扛捣鼓呀，真来了。不能来，一会儿人走呢。炖排骨。一会儿回来呢。啊，饭都焖上了。啊。你是闻味来的吗？闻味。先走了啊。啊。一会儿再回来啊。大概几点呢？用不上一个小时。好嘞。怎么车都怼门口来了呢？我们拿起葱去。那个饭刚好，排骨马上炖。我得倒了。那没事，不着急，冲上车真好。我寻思谁车呢？这样快怼屋来了。饭好了，开始炖排骨，就是来点盐、酱油、牛肉粉。其实还可以再搁点辣椒面啥的。他嘴坏了，最近吃不了，要我就放了。来袋辣白菜，一整颗直接倒里。就不切开了，直接给它上，盖上，加点水。今天做的就是一个简单版的。上俺们这蹭吃蹭喝还蹭水呀、啊？哎，车上全是灰，我简单冲冲。车里边不买，车外头。排骨好了，味道不错啊！这辣白菜肯定是糯的了。汤有点添多了、啊、我就跟你说这样少添汤，但是这个汤绝对好喝。姐夫一会儿看着点，让姐把汤喝的啊，她说汤好喝。辣白的汤吗？炖排骨汤，美味的哦。我去，哇，汤不多，发现没？嗯，画风变得挺快。来吧，开饭了。蹭饭还不积极，那主人没到，不好意思。那锅里还煮啥呢？糙米饭。啊，我给他焖了这一碗饭，我感觉不太够，我又给他加上点糙米饭、蔬菜、排骨炖辣白菜。我姐夫是白米饭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满屋飘香，全是这个辣白菜排骨味儿啊！我吃了啊，吃吧。开动，开动啊！俺俩饭还没成呢。我泡汤，这老好了。看。汤不等多余了吧，一点都没多余。嘎嘎，真的。我这饭也嘎嘎带劲。
我先啃一块啊，老烂乎了吧，脱骨了。嗯，吃辣白菜都软糯的，就是这个辣白菜汁儿都吸满了这个肉里边。嗯，好香，真香，而且这个净排是肥而不腻。你发现没？这个辣白菜啊，你就这么炖完之后都没事儿哈。嗯。它不碎我啊。我就喜欢吃这样的糯的，吃火锅也吃大白菜，嗯，都吃成这样的。我就喜欢吃这排骨，这个肉香，我这骨头都咬咬碎的样子。谁要给我钱，我连生的排骨都吃。嗯，生性啊。我给你钱。以后我也给你点。你得花你多少钱？嗯。就吃这么大块就行。那你看多少钱？500。太抠了，怎么能400+万？轮不着你了，那就。你要办事吧，唠嗑咱也好好唠。你要许愿吧，约上庙里。500万，你疯了吧？好不好吃就看最后这一步操作了。空吃就行。其实我都没吃够，但是没有了。下回你多做点啊，嗯，等咱们这周六周日都来忙一下，多买点，整满锅去。行，你吃了7块，我吃了2块，他吃了3块，我有一个不带骨头，我也是3块。嗯，我也是。